眼睛慢慢的了啊，眼睛动不了啊。咦，小心！干嘛呢？这个过年需要几分钟？要。那盐子冻开了。嗯，冻白了哈。 一会儿就行了，一会儿就缓过来了。缓吗？缓。他眼珠病黑了就行了，眼珠现在白的。哦。嗯。能缓也能黑的。对，能缓也能黑。来。我去。哈哈哈。嗯。给你，来。 变黑了，你看，开始了，开始变黑了。你看，慢慢开始变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嗯。那冒泡了。冒泡。是吧？看看，哎呀，回去了，回去了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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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要冷冻时间长就不能喝了。 你要保存，你要用户的100多度保存那就。100多度，负100多度保存就行。保存。你看那个动什么脐带血、精液，都用什么试纸，这个完了。一年经营都是用液态。对啊，精子。这就是个原理。啊。行了。谢谢你看，你看，你看哈。好好好。 上次那个鱼有点受伤，拧不掉。<笑><笑>上次效果没做好。对对，这个很明显，看鱼越大了，效果越好。嗯，我也有。我们冻鲤鱼，冻泥鳅，都做过实验。嗯。